他应该闻到胡萝卜是不是呢？他应该闻到红萝卜在里面、啊、哦，很大了。他现在是想办法拿出来。你怎么弄破？你怎么弄那个的？我拿菜刀宰了半天，终于宰了一个洞。这个竹子好硬。嗯。我那敲嘣嘣嘣嘣敲了好久。啊哈！做醋的办法。哦，好吧，你这个办法很干脆。我宰了半天才宰了一个洞。老树。嗯，它好干脆的，赶快就给弄开。啊，我闻到了。其实它很聪明的。嗯。聪明啊，好聪明啊，知道你闻到啦，叻女，叻女，好叻女，叻女，没事。我不要了。他要我直接给他啊，唔可以啦，抌咗啊，做咩抌咗啊？嗯，做咩抌咗？有个红萝卜喺入边噶，有个红萝卜喺入边噶，知唔知啊？嗯。